跟哪个谁爷？三爷。你用通融？没了。这不桂花还有一盘？就是包了，有花刚刚出来。哎，这不桂花，这毛拿过来给我都对了。咱这有花刚刚出来，听不懂。啊，行行行。行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对呀，这就能找个话吗？给我拿把锁。他这是回来了吧？回来好几天。他回来做个啥？他是为了躲赌债，老哥也刚刚跑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送他上房，水接了不走台吗？是，当年就他一个人回来。 他不是还有个娃娃？死了娃，娃娃受伤了，估计也撑不好。哎，快来那个娃娃了。没办法，就给你35万。好。嗯。30。哎，讲好啊。哎。 你知道，拿回来了吗？老三知道。妈妈买个上学，吃鸡蛋了吧？赶紧拿回来，做啥了吧？上学房啊。
卖的啥呀？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0块一筐。这个呢？这个5块钱挨俩。要20块钱这，再一会想。你爸需要5块。哦，一共多少钱？125。给我装一下。啊，那你带不出来，装装。没有零钱。啊，没粮都给120。好好好。25要你20。二十，好嘞。好，我走了啊。好。过来了。一碗奶茶，两个白的。往上推。来。下去。哪来的娃娃？不知道。他这是咋了？在这好几天了。但要一碗奶茶，一个白的。娃娃。哇！你叫个啥？妈妈。你爸妈呢？我爸喝醉了，还没醒，俺妈跑了。你爸是不是叫张华？吃，啊不，吃，我认识你爸，他给我钱。行。好吃吧？嗯。行，我先走了。吃饱了，回家啊！哦。你买啥了？买啥了吧？家里买的。是啊。少，给娃娃的，多少上点。好吃吧？
娃娃们都早长早年了，揍一个就烂。说到底，他是念有佛前。多头起老鼠，他是过激。你刚刚笑一笑，他当老子怎么办了？刚刚去下点面。家里没有吃的了。你这半夜不睡觉，多上了。这么晚了，妈妈咋了？还不回来？妈妈住校了，上山呢。住校了？哦，记不住了。他记得这不？我去做。哎，乔叔过来了。啊，过来了。咱们还记得吧？记不住了。这不是那个小庄吗？小时候老年的狗玩，我记得了。完了。啊。快里面坐。今天吃点啥？捞上两碗，猪肉白菜的饺子。哎，行。
爸，咋了？咋了？我不喜欢吃这个面。给你拐的，爱吃不吃，就宰。没我妈做的好吃。啥？你说上了？你介不介你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妈早就跟别的男的泡妞的了，你醒的吧？啊，笑得也不好。妈妈，妈妈，别哭了啊！哎呦，不哭不哭，妈回家给你炖骨头啊！哎呦，哭。我儿子，你把我儿子闹到哪儿去了？你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李逵，放开！你放开！还给我！哪来个老个跑了？你说啥？咋呀？你想咋接了啊？动！还给我！咋了？停下来。有人喝多了，砸路边。醉了。脏话。
他上哪？当村长。当村长做啥？村长说了，把那娃娃带回来。送回来？行吧，给你哥磕个头。走，再去给你爸烧个火。
了。